当初追不到他是没有选择，如果如今身边有一个以前没有追到的又回头来找我，大大的让自己有了一种选择权。所以说男生啊，如果说以前所有的问题都没有问题，那你最错的问题就是在自己还没有走出对于那个女生的痴迷的状态下去主动向她示爱，这是你最大的残忍。总而言之，你们两人不配说痴情。如果要说自己是真正是一个痴情而又长情的人，把这份爱这份痛苦永远保存在这儿，然后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责任、学业、家庭的祝福，不辜负家人的关爱。即便隐藏着这份痛，我依然活得好好的，我认为这叫痴情。听明白了吗？好，谢谢涂老师。好了，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其实我一直都感觉自己像一个小男孩一样的，真的就很特别感情方面，我就感觉什么都不懂。但真的通过一个时间，我感觉我长大了，我还是挺舍不得你的。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让我慢慢的成长。可能就加一个期限吧，就像周星驰说的一样，但我不需要10000年，对吧？可能就我感觉就半年左右的时间，我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真的往前看啊，去想想我们的实习会比较好。我感觉你还可以再多考虑考虑。我感觉我们俩之间发生了这么多故事，真的我心里也挺感动的，一直都。好，谢谢啊，请回。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来，我就只能说，突然想起以前看的一句话，叫“一望可相见，一步如重城，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祝他幸福吧，我只能说。然后我们都长大了，都忘掉过去吧。好，谢谢。嗯，请回。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涂宇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一北市爱情保鲜季。有网友提问，我们俩都是离异，我有个儿子跟我，他有两个儿子跟他前妻，他比我大2岁，还是老乡，我们已经在一起5年了。我每次提到结婚他就犹豫，总是找借口推脱，只要不提结婚就相安无事。我不希望再这样相处下去，我该怎么办才好？是你有一个儿子，他有两个儿子，他之所以反感再婚，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财产分配问题。但是一个女人跟了他5年都没名没分，一个有过一次婚姻的男人却仍然对家庭对爱人没有责任感，你们的确没有婚姻的基础。